8号到8月13号，连续6个礼拜，8天在我们的静安水道上有非常精彩的让你水上的活动，包括我们去年的独木舟 SUV， 今年又加上水上自行车以及呢龙舟式的 SUV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海域上的部分，陆地上我们也安排了孩子们的这个海上植物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生态教育，还有一些亲旅行，那让大家呢能够亲近这块土地，特别是在海洋相关的一个这个生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的景点等等。那除了我们安排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什么人可以来参加？你只要在彰化县内5到8月份消费满300块钱，凭着收据就可以来到这边玩免费的 SUV。 那另外的话，现场的话，还有可以集点，只要集满300块钱，还是一样可以免费的来旅游，免费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水上的一个相关的活动。那在这边再一次的欢迎大家，结合彰化县从7月到9月，我们呢每消费200块钱可以上船摸彩。那我相信大家，来到家会使啊食好，啊够有行足好。 就可以镜头也猛加，然后还可以有摸到100万大奖的一个机会哦。拍一张合照的画面，我们请看一下正前方，好，左前方、右前方拍完。好，我们待会呢到10到1的时候呢，要请长官。 好，中间。